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劳动号子》，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儿啊！再次感谢大家，真是知道个大伙儿家都不容易。嗯，真的，这两天来说能感觉到，你看好多朋友们都戴着口罩来的啊，身体有点抱恙啊，那打着点滴的呀，还有戴着口罩的呀，这儿还有打点滴来的呢。哟，这是打着点滴听着相声的，好家伙！都有，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爱。是，有的朋友人来到这儿，人家可能啊想看看我师傅郭德纲。想看看于谦老师，嗯，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对于我们这帮演员，他们也不在了。你乐什么？哭四出，这是第五出啊！你至于这么高兴吗？我这是高兴。我就说人家不在唐山了，啊，吓我一跳啊！你别，你哭什么呀？你。我这个捧哏来说跟别的捧哏还不一样，就是没头发啊，这是一方面。人家人这他这个正常脱发，有的是脱发，有的他这是化疗。我因为谁呀？您，我这是他们正常脱发，我是自个儿刮的。您也是岁数大了，多少有点这个就是地包天的感觉，是吧？地包天是牙，老师，您是想说地中海是吧？对，地中海。哎呀，我天哪，沾地就有。你这要说咱有头发的，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你们的痛。你也长不了多少了，嗯。您今年可能岁数的原因，您今年多大了？哎，这我不瞒各位啊，我今年都42了。四，我32。22。你说你是胎盘？没见过有这个捧哏的，这就是胎盘成精了，像话吗？这？但是我没有弄你42，我真42，真42。不瞒各位，这么巧，这么寸。你也42？不是，那怎么巧呢？跟我脚一边大，有可比性吗？我这也一个是年龄，一个是尺寸。我这也42的，你再抬，我看能抬多少？差不多了，有味儿好像。你是不是脚对脚勾脚来着？这会儿知道嫌弃我了？你不嫌啊？这是我的好大哥。哎，真的，他比我小点。对，我呢，他是42的，他42岁，我呢今年31，我们两个这么多年合作了，干什么？好，我推一八音盒，怎么了？你哪儿就31？您不比我大吗？我是比你大，但没比你大那么多，大那么一捏捏。好，就削削大那么一点，大那么几岁吧。我是85年的，对，作为85年来说，你再约你们几个出去，就那小村我看着你们了，你们的，还有你们啊。别说了，越说人越多。好，3000多人一块儿约你，这嫌你了是吧？1885的，对，就是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回去了。站着，没走多远，叮，他又会了，他哪儿都想往回跑。1985年的，哎，没错。但是这个1985年的现在来说已经不年轻了，岁数也稍稍大一点了，多的今年38，也快40了。不是，这一撮是骑着驴来的，是怎么？你们干嘛呀？你们这个一的从头到一到尾，别叫姨，叫姨父。哎，姨父都叫你了，马远老师叫老公，谁喊的老公？给我站起来，那秃子是不是你？哪儿就是个没头发的呀？我感觉喊老公了，老公，你受得了吗？这个称呼，他受不起啊，他真受不起啊！你坐地好，你都快坐剧场外面了，你还在那喊，可能那后边暖和啊。对咱们的喜欢，咱也能感觉到。嗯，就说的年龄啊，对的，年龄来说不再年轻了，是没有这帮小鲜肉年轻了。到后边还有年轻的呢。对了，这算是中流砥柱，砥柱了，对不对？您说清楚了，中流砥柱，咱这词儿就谈不上。来德云社呀，这你多少年了？我来德云社15年了。15年，你说骗了15年，谁说的呀？后6年才骗的。
捧个演员怎么叫骗了十五年呢？在桌子里边，你现在十多年你说过多少句话，是不是能查过来？那也不一样，他们捧个那词儿就是嗯啊，这是哀海忧河别停腾，就这么点词儿。你先等等，哪有别停腾啊？没有。有没有那个演员那个节目啊，拿扇子打你们的脑袋，别停疼。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我要挣钱，我挣的也不是别人的钱呢，我呢。是不是有这环节啊？有哪个环节？你说捂坠子是吧？是不是吧？啊，那是工作的需要。我拿扇子打。但我们不连一块说。我不来这个。那刚才谁来的那是？我也愿意来一下。我的搭档，我的好哥哥，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哪怕动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对对对，就他一人薅，知道吗？我舍得吗？舍得，有舍才有得的。俩人合作了都有十年了，十三年了，兄弟。喊姨的也是你们吧？起哄架秧子，他们主第一。你这都忘了？我们来说，合作十多年了，搭档来说呀，也有一定的默契了。嗯，说学逗唱来说，我真说哪有个崩瓜掉字的，人家在台上都帮衬着我。现在实在接不住了。我也想让人家露脸，我不想那些逗哏的老欺负捧哏的，说捧哏的傻弱智缺钱脑残。你这是干嘛呢？我不说这，我只举例子。那不是还是说了吗？您不一样，我比他们加个更字儿。你干嘛老这么妄自菲薄呀？我这叫妄自菲薄呀！啊，我认为你比他们都强，德云社那些捧哏的加一块都不如你。你是说尿酸吗？能耐。你这话都过了，我都不信。那天有一哥们问我说，德云社捧哏来说，你说是于谦捧的好还是那个孙越捧的好？我听这话我反手啪我就一大嘴巴。哎，体育馆也刮风啊。我说这俩人当中为什么没有郎鹤炎？为什么？你真是这么问他吗？ Why？ 嘿，凭什么没有我的搭档郎鹤炎？今天在这儿了啊，咱们在唐山三千多位同仁众位，我问问你，我于老师孙老师我们仨谁捧的最好？于谦。不是，对不对？你用屁股想这是于谦啊。不是我想的，是你想想。对对，那怎么还非得有我呢？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说了半天还是没夸我，您瞧瞧。我夸您呢，德云社捧个演员除了那个孙越跟于谦，您就是在里边激励鹤群的一位。那玩意儿谁看得见呢？激励鹤群。您不三十几，不四十几？我四十二，兄弟十三年，连我多大岁数都忘了。我想跟您说年轻点，四十二属鸡的，在鹤字科里面立住了，激励鹤群，合情合理。哎，这成语是这么拽出来的吗？就这么巧妙。哦，那你属牛的在鹤字科里边怎么算呢？对牛弹琴，挨着吗？那这就挨着了。不挨着。他怎么还挨着呢？不挨着。这是我雇的托。不不不，我觉得他们像我雇的。哎呦喂，给钱没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好的，好了好了，又退票了。好了好了，我的身体是有限的，这么多人喊人退票，又没说要你命，接待不过来。老话嘛，都是红尘是非客，对吧？是客我们都得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老词儿吗？啊，招待跟接没关系，对不对？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听相声来的？不就为了开心吗？多新鲜的娱乐场所吗？三千多人的娱乐场所，人家来到这儿，人就是为了寻欢作乐来的。可以了，可以了，对不对？啊，就看咱们俩人说相声，但是也得把你能耐展现出来，让大伙开心开心。那要干嘛来了？捧哏的基本功，您来了。我还可以。你别老是给我捧哏，把肚子往桌子上一放。您说那是孙老师，可能不是我啊。展示展示。展示什么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是不是也行？啊，还可以吧，对不对？不敢说行，说来讲，嘴巴的干净利索，吐字发音得非常的准确。对，要不咱们这么着吧？嗯，没听清吗？要不咱们那么着，
要不咱们怎么着？你是跟人吵架去了是怎么？嘴皮子干净利索。哦，干净利索，这不绕口令吗？对了，你看我们有那个红鲤驴，绿驴，绿驴，像这种绕口令就是比较简单的了。刚才您说的是绕口令吗？你耳朵拉屎。红鲤驴，绿驴，他耳朵。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对了，往后掉掉掉掉掉着。我发现他就没掉到地上，门后吊刀刀刀吊着，钓鱼要钓钓钓鱼，不是钓钓鱼，钓鱼要钓刀鱼，钓刀鱼要到岛上钓，钓鱼要钓刀鱼，钓钓鱼要到钓，钓刀鱼，什么什么，钓鱼要钓刀鱼，钓鱼要钓钓鱼，刀鱼，钓刀鱼要到岛上钓，哎。你这个绕口令说的忒好了，很难的，你们以为容易吗？比方说最简单的书份本份书本份这个书份，我发现你这个吐字发音呢很准确呀。你跟谁说话呢？你看我说的唐山话他们都爱听，要不咱下去吧，我请你吃炒面条，走你说烤蘑菇烤香肠，你说的是唐山话？他说的正宗吗？正宗吗？我听着怎么像锦州的呢？我质疑了吗？质疑了吗？我啥时候说锦州的？你现在就是啊！我锦州的，我抻脖子受不了啊！说，对，你现在壳里待着，你别老抻出来。祝你长寿啊！这是小龟。咱聊什么呢？聊天呢，对不对？就说绕口令，我们都得会啊，都得会最简单的。还有什么复杂的？最难的那个。哪个？你来最北的。你懂的吗？最难的，比方说大伙知道那个扁担，那扁担肠那太简单了。打南边来个喇嘛那个。打南边来个喇嘛。对，那我说不上来。那个不是您这俩，您都一个简单，一说不上来。您不是您来一个当件，我不稀得说，不是能说不上来吗？您来一当件的，当件的啊，黑化肥发灰那个。哟呵，这个挺棒的。那个难不难？那确实有复杂的。跟你说，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嗯嗯，这个简单啊，这是初级的，给你来个骨灰级的啊。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你猜我说对了吗？哎，咱让他再来一遍。好，再来一遍，你看两遍一不一样就得了。我争取错的一样，错的一样。刚才那也没对。你谁说的？刚才就对的。哦，听着啊，嗯，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你们给我录下来，回去再听一遍。我再说一遍，你看一不一样啊？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你们回去吧，说三遍，明明一样，他们说不一样。你先等会儿，先等，冷静一下。别别别别生气！我天哪，观众都在这边，你跟这边跟谁说什么？都在这边呢。我让他们回去吧，就众仙家，众仙家都来了。我说你老想回家呢。今天都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大腕，大伙都不知道什么梅艳芳、张国荣，都在这，都来了，这捧场来了，都是我的，哎呀，都是哥们姐们的，都捧场来的。哦，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这次来是。别动我！我这次来别动我，别动我，我可要开大了啊！我想带你一块走。我朋友，我才42，让这鞋42的你先走。行。我其实不想带你走，您呢最少还能活20-30。不是，兄弟，这碰假了啊！我这102我也受不了。没有，我说20-30，20-30不是72、102吗？不是那30，那20-30？9:30、10:30，10:30啊，9点以后八成妻离子散。鼓什么掌啊？鼓掌啊 ！So good。花姐，希望您健康长寿。万一有一天我这台上说着说着相声，人家那个第六排的胖子站起来了，第六排的胖子跟咱12个月了，是吧？这些年都是他啊。第六排的胖子站起来，贺伦，别说了，你旁边的搭档死了，我死你边上你都没感觉，都招苍蝇了，有这么快吗？你这时候我怎么办？
你把炉子架起来呀、啊。我还给你烤了哇。对呀、啊、这不正好是生意吗？好家伙，你学什么王妈妈呀你跟这儿。来来来我看看怎么个字儿。来来来我看看。你干嘛呀，你像个正常人一样。我要像正常你就不正常了。我那意思我会很难过。真的。这时候有一天你要是不在了，嗯，我很难过。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您怎么办？我请大伙吃饭。我不在了你们吃得下去吗？你们还有心情吃？你肯定是喜丧。我不在了，你们最喜欢的一个喜剧明星相声演员他离开了你们，而且是永远的离开了你们，你们不难过吗？我特别欣赏你这种反问式的导词。你肯定是个喜丧，我们一块儿给你办一个 comedy funeral。 你慢点说我能听懂。喜剧葬礼。真说有一天老狼我不在了，您说实话咱俩合作这么多年了没有点感情吗？不难过？咱不玩笑了啊，假如有一天你真的是不在了啊、生老病死都难免的，那我也就不说相声。干嘛去？我这不是，那我就跟我媳妇一块过日子了。罢了，这是好兄弟。嗯，真说有一天你要是不在了怎么样，我跟你一样我也跟你媳妇过日子去。呸。你干嘛呀？我拿签子扎死你。我别，我的意思你不在了对不对？你嫂子谁来照顾？嫂子长得那个屁不行。哪儿这时候我你喊出来了？跟我争。那情愿给你了。跟我争你有那个实力吗？跟华强争你有那个实力吗？哪有他的事儿。哎呦别闹了啊。嗯，我都希望健康长寿嘛，彼此彼此。对了，我们啊就是想把相声发扬光大啊。咱说相声为了什么呀？为了钱。不是那个为了前面的艺术。要说钱我先反手一大嘴巴子，你知道吗？为了钱，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你敢说为了钱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相声的老前辈吗？侯宝林、马三立、侯耀文、郭德纲，你对得起谁？谁？相声前辈？谁？刚才你再说一遍。侯宝林去世的啊。马三立。对。侯耀文。还有谁？马季。还有吗？没了。不对，刚才第四个不是他。第四我明明听的是张鹤伦吗？幻觉，幻觉，都是幻觉，幻觉。一忘，一忘都一忘。去年的烦恼和姑娘。你肯定会比我走得早，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全在上边呢。都是朋朋友友来说，为什么提到刚才说是梅兰芳啊？啊，周那个张学友，外边那个还在健在的，这个那张国荣啊什么的，那都我的偶像，对呗？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爱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忘了你却可以，忘了我却太不容易。可能是唱错词了。无能为力。哎，你又知道了？不是，我知道李宗盛写的嘛。好，张国荣啊，到这歌都是梅艳芳。梅艳芳啊。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看歌词儿呢。刚才就因为睁眼了把词儿给唱错了。就我都喜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喜欢这一类的歌曲。八零后嘛。对了，我们八零后的回忆啊。嗯，那是那时候比较经典的伍佰。伍佰，对不对？嗯嗯，伍佰的演唱会，我发现他的歌基本上不用唱，对，只需要弹一下吉他，音乐一起，当。高渐离这是哈、啊。高渐离得开。又来了。伍佰不用开大，人家就一下的当、哦。听见你说。我天哪！情欲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
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当当当当当，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哎，我发现他比说相声的容易。这回你知道500K演唱会多容易了吧？哦、他只需要弹一下，挥一挥手，就甚至说一句那边的观众，还有那边的大合唱啊，人家这也是咱青春的回忆啊。嗯，还真是。当年还有小刚、周传雄。对，让我讲。那是小刚吗？那不还是500吗？俩人唱花场来了，这是。这小刚是。还有谁？哦，那是冯小刚。哎呦，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想到冯导。真是，这好比肚脐眼放屁。怎么讲？怎么想的呢？这是。您这话呀也有个俏皮话啊，那是好比是老太太钻被窝、啊、怎么讲，给爷整笑了。就你这模样啊，就好比是熊猫叫外卖，怎么讲，损到家了。好，今天呢我就让这小刀拉屁股啊，开开眼儿。您先把那漏一手先擦擦吧。拿哪擦呀？你在乎这个吗？我不在乎，别人在乎。哈，就是我们的青春回忆吧，小刚，对不对？嗯。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热，黄昏的地平线。都把眼睛睁开。还看词儿，这个小刚，还有那个我们那时候的就任贤齐、嗯、啊，是，对不对？那个，他的歌太多了，《伤心太平洋》对，《伤心太平洋》，什么那个《心太软》《天涯》，那个是什么？那个小薇，小薇不是他唱的，那个，他又跑黄品源那儿去了，黄品源啊，黄品源对，小薇，嗯，太多了，哎呦，还有小娟儿啊，小娟儿，小薇。哎，小娟那个歌手是不是已经故去了？在唱这个，啊，又回来了。我刚才好难，我居然掐不到你的脖子。没辙，一直都在壳里。命运都无法遏制住你的喉咙。好，哎，任贤齐，我们那时候周华健，周华健，你拍自己干嘛呀？对，我喜欢的偶像吗？啊，小娟还有小娟。小娟这是一个著名的歌手，获得了那个格莱美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一个歌曲。你往电影那儿靠什么？都获得了啊！格莱美还有你呢。有小娟来说，大伙儿的有想听的给来两句啊。一半一半。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啊，没钱我光脚丫儿啊，外边飘雪花儿啊，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她是我的心肝儿啊，起名叫小娟儿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小娟儿，大伙儿都会。对。都有呢，都喜欢这种流行歌曲嘛。我们那时候喜欢的，那时候最经典的，后来的周杰伦，啊，对不对？周杰伦小名你知道吗？有这我不知道。王老八。周杰伦人的小名王老八，周杰伦小名王老八你都不知道？不知道啊。哎呦喂，他唱的歌都知，他唱的歌里边都说出来了。怎么唱的？这么唱的，那首歌。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3年，我票都
还留着冰箱的巴黎，脑海中还在旋转。脚底下踩着针呢，是的。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没说这小名啊。后面啊，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切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哪儿呢？听着，记得你叫我王老八。记得你叫我王老八，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再给我两分钟，一分钟我都不想等了。您这是王老八吗？记得将我忘了吧。王老八，你闭着眼睛唱也看错词儿了。记得你叫我王老八，你不叫张鹤伦吗？你是不是周杰伦？别胡说八道啊！周杰伦唱错了，对不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一树寒里放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屈一身正气。嘿，哇嘎嘿。唱了一大杂烩，哎，当年改编的作品，嗯嗯啊，周杰伦，偶像嘛，啊，后来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魔力星、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这四个是哪儿的？四天王不是那四个庙里的那个，我知道他们不唱唱歌的流行歌曲四大天王，有，对对对，那个隐居萨瓦心里啊，没门儿，你唱万物生干嘛呀？唱的歌吗？他们刘德华、郭富城，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张鹤伦，这四谁？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没有后边最后那个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张立民这四个人，本名也没有。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是是是。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不去。疯了，这人约我门没有啊？你沾粒就走啊？人家那歌曲名字《今夜你会不会来》。郭富城的代表作是什么？对你爱不完。你要怎样？你我要喝药了。我要怎样？我的个天哪！你们快把他带走吧。刘德华的代表作那太多了。啊，谢谢你的爱呀、啊，然后这个中国人呐、啊，对，什么的这都特别。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呀！哎呀，好痛苦呀！你干嘛呢？谢你的爱。不客气。有跟你客气了，你不是跟我客气，你唱的这是什么呀？谢谢你的爱啊。人那歌是怎么唱的？你怎么唱出四川话来了？就是这么唱的吗？不是普通话的呀。就这么唱的。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行你就看看中医去，那小针儿已经解决不了你的病了。这是，那你说怎么唱？你不会唱你听我的。好啊，好好听我的。他这人呢瞎来。不要问我一生曾经，我唱，我唱，你唱，你唱，这片都你唱。那他这儿我更正一下，他跟我这儿起哄架样子。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刘德华唱错了。好，我回头批评他。对，你认识人家吗？啊，咱们别改歌曲了。刘德华，对不对？还有张学友，
啊，张学友的《吻别》多么经典啊，特别好听，国外都翻唱他的歌曲。Michael Lance Rock 这个乐队翻唱，对，人家获得过格莱美，对，就是 Michael Lout 了，就是他们谁 ？Michael Lout， Michael Lout， Michael 考不考他呀？还 Michael 老狼呢？还 ？Take me to your heart。Take me to your heart,、uh, take me to your soul,、oh,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all. 啊，那还在蹦字母的，你看看。Show me what love is, heaven get 个牛。get 个牛。Show me what wonder can be true. 你不要再唱了啊，你还敢唱呢？后面我就不会了。你看看不会了，嗯，还这么大脾气。中文这么经典，为什么要唱英文啊？您自己个儿唱的英文的。谁说的？中文很经典的。你唱中文呢？中文经典，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不够经典，因为现在大家伙已经把这个歌给遗忘掉了。也不能说全遗忘。应该把它的词儿改一改。怎么改？哎。加入一些经典元素在里边，比方说呢？比方说《唐诗三百首》，你放到这歌里正合适。这不胡来吗？这是，真是可以的。唐诗，你这背的，你怎么唱出来？我行啊，你又行，当然了。您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尽染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了万重山。吃咸了是怎么的？月落乌啼霜满天，相逢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曲项向天歌，什么菜呀、啊？吃成这样！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商女不知亡国的恨。隔江犹唱双截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的辛苦。怎么样，还有点这意思？当然了啊，当然了。哦，裤衩着火，当然了，全是这路俏皮话，你看的啊，这是这就是能耐，这不是能耐，您这改歌，您唱的好的没动过的那个改过的传统的传统的啊，传统的，那我要唱一个，那就得唱个大伙儿都不会的，大伙儿都不会，您会吗？对了，您会，你们说我唱点你不会的行不行？你唱一什么我不会？唱个耗子行不行？哟，这我还真不会。哎，可我有一个你也不会，你唱什么？我唱猫。我听听你这个，我先听你的那个。舒克舒克舒克，给危机的舒克。那我要唱黑猫警长不过分吧？我以为你要唱那个老骚猫那个呢。我都没听过这歌，你不听？哪个耗子？劳动耗子。哦，劳动耗子，这我也知道。比方说工地上的杂夯耗子，就是唱出来的。对，在工地干活也是大段的唱词。哎，最好都是好几个人唱，两个人以上。你会吗？我会呀。你要会，你真会啊？当然了。你可别骗我。当然了，裤衩找我，当然了。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那压根儿咱也不骗自己啊。那咱俩来一回，怎么来呢？你要会的话，咱俩撸胳膊挽袖子，像个干活一样。现场来个劳动号吧，行吗？太好了，来，露出我修长的胳膊，特别的点题。哎，跟白莲藕似的。我俩差多些，这玩意儿没有什么可比性。他这么短儿，哎呦我的天！关键是看谁干活有劲儿啊，来卖力。这干活像干活的样啊。撸胳膊挽袖来一回啊，来了啊，我就喜欢这个作品，来这夯绳啊，来了，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歌声震天响啊，哎嘿呦啊，红旗迎风飘啊，哎嘿呦啊，你看那教授家啊，哎嘿呦啊，高了高的入云霄啊，哎嘿呦啊，叽叽喉咙咙的转，嘿，地动山也摇，嘿，高山能推倒，嘿，英雄们智谋高，嘿，开山有点钻，嘿，专家有老屌，嘿，汽车拉材料，嘿，用不着那人去挑，嘿，咱们俩打地基呀、啊，嘿嘿，越起行越高啊，嘿嘿，大楼随风涨啊，嘿嘿，观众们心一跳啊，嘿嘿，祖国大建设呀，嘿嘿，英雄们干劲儿高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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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这么快呀？就是这么快呀！怎么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啊！怎么这么高啊？这里就是高啊！这里怎么高啊？说说你听着啊！大伯伯伯脸呀，地动也不摇啊！就是在那下呀，大楼能顶着啊！天地也不倒啊！万年也是老啊！即使只是功啊，叫人就省料啊！就是功，就是料，多快！好省！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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